凌晨两点半，我们接到电话，下楼取货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没有这个东西，怎么能叫旅游呢？没有这个东西，我走的路都白走了。天啊，好久违的感觉。研究了十分钟，快忘了怎么买票了。好不习惯啊，好不习惯，好陌生啊。到了车站又不敢上车，指定坐席给我搞懵了。After leaving Tokyo Station， 终于坐上车了。我现在整个人心情就像第一次出国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很迷茫。看着窗外响起了，每次到东京好像都会下雨。找到了吗？就这个方向 ，MM。右转，摩天轮哎，转角就遇到了。服务员还挺有眼力劲儿。服务员说不定是不懂你们中文谐音梗哦。哇哦，这个才叫海景房，谢谢。我希望全世界海景房以这个为标准。你还记得我们在夏威夷吗？说的海景房，结果就是两个楼，别说夏威夷了，这么一溜海，这么一溜，整个海就这么一溜。香港。哇，噔噔，赶紧收拾收拾去吃饭吧，饿死了。我觉得横滨的人好幸福啊，这个海边有好多设施可以用，而且都修得特别的漂亮。我最想吃的美食就是寿喜烧，听说关东风的寿喜烧发源于横滨，我特别找了一间百年老店，想试一下关东风的寿喜烧是什么样子，结果我傻了，看不懂菜单，点成了虾补虾补。啊，就是清汤，里面有个海带。海带的。怎么了？蘸多了好酸。出师不利，我真的是太清汤寡水了，调料也很难理解，调料有一个像麻酱，甜酸的，稍微蘸多一点就会把那个肉的香味抢掉。何でもいいです。我真的不是怪这家店，这家店肉很好，真的就是我自己点菜点错了，而且我还没吃饱。昨晚路过杯面博物馆，觉得很有意思，所以今天中午就去参观一下，顺便解决午饭。意外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，贾玲，贾玲，只有唯一一个明星在里面就是贾玲。他知道自己在横滨吗？贾玲实力出圈，真的。我们还 DIY 了自己的杯面。今天几号啊？画点啥呢？是来砸场子的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谢谢。原来做杯面的过程没我想象中复杂，先把面饼卷进杯子里，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配料。Chili 那个是辣的，嗯。And the cocoa。最后盖上盖子，塑封，就大功告成啦。哦，好了，充满了已经。这叫什么拉面 look？ 那个传播错误的信息，我要投诉他们。哪是长这样的，一点都不像兰州牛肉面。选择困难，选择困难了。风和兰州牛肉面这是我的最爱，还是喝那个椰汁露露王老吉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，不能说一模一样吧，只能说毫无关系。お帰り。
看着还可以啊，这个印尼炒面看着还可以。嗯，就是那个味儿。嗯，好吃。你来打我。有点像那个在小区楼下捡了两个塑料袋。吃完饭我们散步到山下公园，吹着海风晒晒太阳，感觉很舒服。不知道为什么横滨的鸽子喜欢躺在马路中间，遇到人也不躲。我测试了一下，它真的不躲。不知道日本有没有城管，我要在这摆摊卖水，太挣钱了。大概走了20多分钟吧，一个便利店没看到，渴得要死。然后就这个公园这儿有一个小摊儿在那儿卖这个，130块钱，生意巨好。30块钱没了。没有。在国外认真逛中华街，真是大开眼界。大部分店看上去都很正常，但仔细一看又禁不住推敲。比如大连火锅、重庆凤梨酥，卖广东料理的店叫海南饭店。还有，我想问一下，王府井是怎么跟小笼包产生联系的？而且王府井怎么变成了台湾美食？汪小菲和大 S 看了都会沉默吧。黑醋担担面，有点侮辱我们成都人了哈。最懂中文的一家店，这是看到最有创意的一个店名。我们乱入了一个棒球比赛的外面，好气氛。想去看棒球了？想去啊，能买票啊。最后我们去了家天妇罗老店，他们不让预定，只能赶在开门人少时去碰碰运气。运气不错，吃上了。好吃啊，吃不出是油炸的东西，感觉很薄，它外面那层很薄，能吃出那个虾本身的那个味道，好新鲜。这家味道好还便宜，5星推荐。没遇到节假日，所以摩天轮一直没有运行，我们打算坐缆车看一下夕阳。哎，有点快呢。有湖，有船，有高楼，有矮楼，好像小学生作文啊。沈写真也是这么写的。哎，那边有晚霞，晚上还可以去空中花园看看夜景。我好像发现日本观景台的规律了，风景越差的角度座椅越豪华，风景最好的角度连张凳子都没有。什么？让人看到天空树和东京塔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我看到了。你看那个远的那个橘色灯光的那个，就是东京塔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意外发现。就是那个棒球赛，我们今天路过的那个，现在正在比。最佳视野。哇，座无虚席。座无虚席，真的。可以看一分半的球赛。哦，好紧张！快快快快快！我刚刚看到那个棒球手挥杆。巨清楚，天哪，这跟看现场有什么区别？来了，来了。再投一个，再投一个，刚看到精彩的地方。快快快快快，座无虚席，真的。车怎么开出来了？车开出来了。太不近看了，这个太不近看了，只能看一分半。越南的那个可以看好久，可以看。哦，一会儿就可以去看东京塔，可以去那边。500呢？没有了。没有100。没有100硬币了。